晚安，看一下哟，今天的特效用哪一个呢？还是这个？我好久没有用这个，这个好了。来个晚安，上月晚安，拼车前晚安，九蛋晚安 ，Plus 晚安，卡丘晚安。圣元晚安，卡丘晚安， Eric 晚安，汉吉晚安，阿叶晚安。这三天忙吗？不算忙吧，就在家里睡觉，就做家事，然后也有练一下舞蹈，这样，算蛮吗？阿比晚安，看看哦。Titsan 晚安，阿波晚安 ，L 晚安，夏多西晚安。今天破的那张发型很好看哦，真的吗？那是契丹的，对对对，谢谢。晚安，乔日红晚安，维如晚安，卡丘晚安，平常的卢卡日常，对，看钢铁人了吗？看了看了，竹轮晚安，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阿波晚安，谢谢从我相遇，然后看个电影，对。有练无奈很忙，就没有就家里练而已，不是跟大家一起练的那种。所以说你说的那部有有日文版吗？我是因为没有日文版，所以没看。有练无奈很忙，我今天就一直在看 YT 影片而已。看一下哦，乔日红晚安。卢卡斯说披头士那部没有啊？对，那部那部 Netflix 跟迪士尼都没有。对，诗涵晚安。钢铁人还不错吧？还好，不会到很难看，就南非哥晚安。该怎么讲？对，不会难看，就就还好。有兴趣看后面吗？就谢谢 Leg 的一颗心。中规中矩，钢铁人第一集，对，有剧情有打架，谢谢强哥的告白气球，谢谢旧版呢，很经典的超级英雄爽片，对对对对对的那种感觉，就不会难看啦，不会难看，对，不会看完就觉得好浪费时间这样，不会不会。加入特晚安，北极熊晚安，就是。看完也但是看完也不会觉得哇好帅哦，好想继续看的那种，对，就就是好难讲，就是看完一种看完一个故事的感觉，看也没特别喜欢。但是至少不没有觉得很讨厌，对，还是里奥纳多比较好，对，加油，晚安，志祥晚安，看一下哦。那你觉得小懒波到你谁啊？海牛牛晚安，卢卡没有帅哥，他年轻比较帅，谁？你比较喜欢 Marvel 还是 DC？ 因为我 Marvel 只有看过钢铁人，然后 DC 只有看过自杀突击队跟水行侠，所以还不能比较。今天穿这要跳青椒体操了吗？哦，对，我终于找到绿色的衣服，我都忘记我有这件。那你去看美国队长好了，美国队长，毕竟那是漫威英雄片的。刚开始，信仰晚安，坤坤晚安，主角吗？就不会难看，
不会难看，就帅了，帅，很帅。今天要跳了吗？还是你要自己拍成 cover 影片？等你的青椒上片。美国队长也是漫威的，他身材比较好。美国队长我觉得普普，但男主有肌肉。嗯，这样。就是该怎么讲？就的感觉。不是，浩克也有肌肉，钢铁人是理工仔仔型，有啤酒肚。美国队长男主角一开始的模样让我很有亲切感，其实每个都有肌肉。对了对了，确实，浩克也是绿色，可以跳青椒。为什么我的手机就是现在这样讲话，然后突然会按掉？不知道为什么。月姐晚安。所以钢铁人一看完，我要继续看哪一个？如果要看的话，除了钢铁人，你还有看什么吗？我想一下，好像没有诶。还是你要看女生当主角比较共鸣？英雄片我一定没办法共鸣什么，因为英雄不可能会有。对呀、荧幕暗掉。哦，钢铁人一的后面时间，所以是要看钢铁人吗？卢卡看了 Spider-Man 吗？没有诶。 Spider-Man 我应该要看哪一个？是新 Marvel 版的吗？美国队长刚出来的时候，女士官偷摸了一下。照时间顺序的话，就是二嘛。小鸡晚安，看钢铁二。你有迪士尼 粉丝？有。不然你照迪士尼排的看好了，钢铁人看完就钢铁三。小玉晚安。对，接二，你有看钢铁人彩蛋片尾？有啊，就说英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我怎么还是汪汪队？所以到底什么是汪汪队？钢铁人看新的就好了，除非你对旧的超有兴趣。看新的。所以有钢铁人也有旧的更新的吗？等一下，我有点不懂。Patty 晚安。接下来就是钢铁人二，再来是雷森索尔美国队长，了解。所以不是二之后不是三。蜘蛛人旧版我觉得比较好看的，配乐是大神 Danny Elfman 做的。哦，真的哦。D.O. 不要再汪汪了。不是，我也想知道什么是汪汪队。我相信不知道的人一定知道。迪士尼有帮你排好哦，真的哦。好，那我到时候再看看，只是应该不会那么我可能不会那么就是想着继续看，因为漫威宇宙很多英雄的电影彼此都有关联。 Danny Elfman 就是以前蝙蝠下的配乐的人也是好听。我朋友跟我说，英雄的话就是真的会推荐蝙蝠侠，所以我可能下一个会先看蝙蝠侠，但那是 DC 对不对？按顺序看比较能跟得上。所以都可以看了什么？我没看的，我刚不是说我没看，之前是说你拍的，而且漫威其实除了电影还要补影集，蝙蝠侠是 DC 的，可是蝙蝠侠电影画面好啊。哦，真的吗？是因为都是黑黑的是吗？我觉得漫威最好看的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什么意思？蝙蝠侠的黑暗骑士前阵子王妃下架，不过蝙蝠侠是很沉闷。晚安，超可惜，黑黑的。诺兰拍的比较好看。什么意思？蝙蝠侠也有分一跟二，是不是？还是有新的跟旧的？
好复杂哦。从钢铁人三以后，了解，所以我可能要看到后面才会开始觉得哇，好好看，好看，是不是？要看有很经典小丑的那集。蝙蝠侠呢又怎么是大家太习惯漫威风格？漫威的电影有分几个阶段拍摄，第一阶段就是钢铁人开始到复仇者联盟，全部世界开始要接到一起的时候。谢谢建国的玫瑰。我刚刚吃红萝卜，现在有点不太舒服。因为我用生吃。蝙蝠侠第一集也好看，80年代的哦，真的、哦。其实赖杰的小丑真的萌。之前漫威宇宙的四阶段，晚安建古。所以现在有四阶段，然后我现在还没看完第一阶段就对了。然后比较好看的是第二阶段，是吗？最近 Netflix 出了泰蛋。蛮好看的，胃不好吃生胡萝卜会不好消化哦，是哦 ，Andy 晚安。第一阶段新粉丝会有点难了解，啊，在第三我还有，刚好我今天看了闪电侠，听到里面出现蝙蝠侠的音乐，超感动，嗯，因为都在交代英雄的起源，了解。第一阶段算是角色介绍，难怪就觉得，就是 story 吗？故事觉得还好，对。我比较喜欢去年的，我前天也去看闪电侠。安妮生晚安，浪客晚安。漫威的心机，我觉得你可以从英雄内战开始看。英雄内战是什么？不止很多蝙蝠侠，还有以前的超人，超感动。我觉得最棒的是克里斯汀的，了解。好，那我下一个要看什么？我下一个可能先看蝙蝠侠，然后看完我可能才去看钢铁人二。对，好，总而言之，漫威可能要看后面，看继续看才会越来越好看，就觉得很有趣，是吗？对。那我相信后面很好看，对，就算不好看，至少，一定不会觉得好浪费时间啦，对，就是有多个话题嘛，就大家都知道，我一个人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好。超级多角色，然后对哪一个角色有兴趣，再去看他的故事。好，蝙蝠侠，你大概不知道要看哪一个。讲述心理层面的电影你喜欢吗？我不知道哎、欸，这是像是什么样的？英雄内战就是美国队长三，也不止于道很好看，还行哦，真的、哦。第一次有几部可能会觉得浪费时间，第一次就一直探讨人性。黑暗骑士的蝙蝠侠看完，卢卡会不会又恋爱？我不知道哎、欸。DC的大部分就像蝙蝠侠，吉夫亮恩，所以漫威就算看后面也不会觉得浪费时间哈，希望不会。蝙蝠侠就很黑，黑黑的 ，OK 啊，习惯就好。手机荧幕调亮一点。从下礼拜开始，我要帮别人代位。蝙蝠侠整部电影都黑的，漫威看起来就很爽 ，DC 会怀疑人生。对对，至少我昨天看的钢铁人不会觉得怀疑人生，就是有一种对呀。觉得有点像喝完可乐的感觉，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但你对这类英雄电影还好。漫威看到现在有点浪费时间，看到大概5年前还行哦，真的、哦。七月市场都看得到你吗？
市场吗？不会，不会，应该是不会。不行，不能乱立 flag， 对，不行。凉茶就已经很多了。哎呀，晚安，亲，晚安。嗯。钢铁人打打很爽，就爽片。卢卡晚安，在玩什么好玩的？我们在聊电影。有打嗝吗？还好我可乐，可乐最近没有来看我。妈妈现在走下坡哦，真的、哦。杜丫丫先送1元棒。卢卡看了美国漫画吗？接受了那个漫画风吗？嗯，还好。蜘蛛人的动画也蛮好看的，动画我，因为动画通常不会，你说电影的动画吗？可是有一场主不在，看来又是00代位，啊？不会吧，主的代位不是蠢蠢吗？对电影的蜘蛛人动画第二集超棒，如果你照顺序看下去也会感到疲劳，因为剧情套路都差不多。哦，了解。哦，条码的吗？我不知道哎。M 先生晚安。我觉得有的直接看漫画比较好看，电影 DC 的拍不好看，但是很多漫画很赞。好，你说看原作比较好看是不是？对，很多动画也对，日本很多动漫也是，就是原作好看，但电影就弄得没有很好看。对，电影就只有2-3个小时嘛。不过美漫我看不下去。DC 漫画有些剧情很棒，但改电影很烂。了解。动画会魔改，其实也没有原作，基本上都是原创剧情，只是有相关。原创剧情。如果这件衣服好长哦。哦，对啊，它会盖住我的。对，就这样。哎、欸，我觉得我应该要喷那个我的好朋友，等我一下哦。啊！阿雷鲁基，阿雷鲁基，我是阿尤。那本来大西中。大家有看到混奖吗？混奖不见了、欸，混奖，哎的，他在传一下，刚刚有点像那个 Dora， 大家有没有看到混奖呢？然后那个叮叮叮叮，他出门买吃的，对，床底下。大家有没有看到破甲呢？叮叮叮，找到了破甲，そこにいたの。そこにいたの。いつからいたんだろう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看。破甲いつからいたの？どうした？你最喜欢哪个环节？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呢？我也很喜欢。今天直播的哪一部分呢？
我也是。那宝家，不是的。先让他看着。卢卡，你先看多兰吗？我看不下去啊。我有看过，好尴尬的停顿。对，真人版我没看过。樱桃妈晚安。对，我大概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多拉开始播。对，夏夏晚安，搬家，搬家，搬家。多拉的年龄层超低，不是吗？对啊，就真的是给小朋友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老了，看不下去。我看过 Diego， 哦，那是哥哥哦，我以为是同个系列的，没想到是兄弟。啊，兄弟姐妹，嗯，兄妹。那你有听过 Dora Cole 吗？ Dora Cole 我不知道，五年级应该不会看，就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节目？真人版勉强看一下，哦，真的、哦。Dora 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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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哎、欸，啊、哦，你说。喊call的那个吗？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喊呢、欸。ワンちゃんどうやってやるのか知ってる？哦，不是，那是偷懒。对，小猪。偷懒，嗯。可是要怎么喊？下次哪一首歌可以喊这样？ワンちゃん。谢谢 M 先生的告白气球，耶、yeah ！五年级的话要开始看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我到现在还用中文看，真的有点看不太懂。托哎，这是怎么念？托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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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应该是这样。那探险火爆那个我不知道，没关系，我也看不懂。我刚才呢？嗯。叮叮叮。那是跳针吧？温家，温家，今日は。今日は何かしたっけ、温ちゃん。温姐今日ずっと寝てたもんな。他还没吃肉泥。你前面是剑客老皮啊，不要看天线宝宝就好，我觉得会降低智商。海绵宝宝是唯一可以让我笑到在地上打滚，有那么好笑吗？如果这老皮吧，老皮是不知道哎、欸，老皮。英文吗？还是日文？喂他吗？等一下解说再喂就好了。哦，这个，哦，他叫老皮吗？我忘记他名字。老皮就黄黄那个，就是阿比的那个头天。对吧？吞吃鬼巧达呢？里面有一只讲话会巴布巴布。吞吃鬼巧达，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吞吃鬼，等一下，特恩吃啊，不是特恩吗？这个怎么念呢？吞。特乌恩二声还是三声，好像都不是。哪一个啊？我不会中文。好了算了，老皮就缓缓那个。Adventure Time， 台湾叫老皮，对，就是前阵子蛮红的，但我没看。探险火爆出来的时候我也太老。小圆圆晚安，是豚吃还是爱吃？现在卡通频道不是没有了，我不知道哎、欸。Hello， 迪士尼要退出第四台。
啊，贪，这个念贪，贪吃，贪吃鬼。巧的，我没看过，好看吗？卢卡那时候有看阿达一族吗？其实我都很少看 Cartoon Network 的这种，就是美国给美国这欧美这种的，就是给小朋友看的卡通，我真的很少看，因为我都看不懂，就是那边的搞笑，那边的就是搞笑梗，用中文讲我也有点听不太懂。北俊应该是木乃伊战，对，小时候觉得好看，还蛮好笑。卡通频道都是日本动画，是吗？我小时候觉得有些欧美卡通好没水准，就是真的，就是像把那种吃的东西就是丢来丢去啊什么的，就是，就有点看不下去。那卢卡都看珍珠美人鱼哦，小时候有看，前阵子 Netflix 出了阿达一族的新影集，蛮红的。银泽威晚安。木乃伊战队超老，以前还会看校园桥啊跟小孩大联盟，以前比较不正确。你的童年应该是 Cartoon Captain Sakura， 对，小鸡晚安，乱丢吃的，不然就是乱整了。对，没错没错，很多剧情很无厘头，对，就是我有点不太懂那个笑点。小时候啦，对，长大也觉得还是有点看不太懂。我嗨晚安。有些就是靠欺负人搞笑，对，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的小朋友就看那个就觉得好笑，对。今天好热，对啊，一直都很热。看一下校园桥啊。校园桥我有看，这个念巧还是胶，就是 Totally Spice 嘛，对，这个有看。我看一下啊，小孩大联盟我没看，我看一看。长大还喜欢大概是南方公园，看了会不会模仿啊，胶 OK 医生。美国都超敢玩的，对，谢谢博成的心心相印，晚安。Luca 有看 Ben 10吗？ Ben 10不是给女生看的吧？我是没看了。干嘛啦，不用讲。难怪美国人看了都变成很活泼。哦，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哎。可是那时候看了就觉得有点头痛。那你有看过彩虹小马吗？没有耶，我都没看彩虹，但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们看的真的都比我还多，干嘛啦？因为你上次照片但是手表变身，还以为你有看，就是广告才能出现呢，只是我没兴趣所以没看。我小学以为 Ben 10会一只电子手表拍到坏掉。是你高中看那么好看吗？どうしたの？ねえ、もう暴れないでよ。你有看过独角兽 Cherry？ 哦，那个有啊。Cherry wake up，Hey, wake up, Cherry! 是这个吗？有点
对，如果是这个的话，我有看。可是那是，那好像是我妹叫我去看的。Let's go to Candy Mountain, yeah, Candy Mountain. 不过里面讲有钱的东西讲的蛮好哦，真的、哦。我看一下哦，大家都是电视儿童。不过你，我看一下哦。小时候都没朋友，只能一直看电视。哦，是这样吗？可是你们没有读安亲班什么的吗？因为我印象中我台湾的小朋友都去下课就直接去安亲班，然后所以在家里都不会看什么电影啊什么的。我都边看电视边打电动，主播日文好厉害，谢谢。笑死，居然我上次才传给卡丘看，你说上次是什么时候？彩虹想法大概就是教小朋友怎么跟朋友相处，没想到你有看，这张干嘛啦？哦哟，可是这个是给小朋友看的吗？感觉就不是。你怎么模仿的那么像？我安亲班只有去到四年级哦，真的哦，大考前才会去补习班。我下课都去同学家打 PS2， 大概两个月前之类。卡丘说他没看过，我就传给他。凤姐每次老生气，感觉就是了，我要去安慰他。凤姐，凤姐，那你要不要加电脑？养一只这么皮的猫咪真的好累，我看一下。我也没看过强哥要传给我了吗？不看会死耶，我马上传，笑死，我回去翻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前，可是那个很久哎，怎么突然你们怎么突然传来传去？哎，波江坐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开心呢，开心呢，快点开心呢。你们现在看到就是碰脚的大腿吧？温家，好多嘛，我让他坐下好了。温家，就是三弟狗狗，三弟，快点快点，三弟。温家。想看爱心碰脚的屁股，我只看到嘛，看不出来哪里。爱心呢？爱心呢？来来，过来过来，给大家看你在吃饭的样子哈。まだありやこちおいね。ポンちゃん大便完会自己把爱心，会。以前不会，长大后会了。现在是看到美丽的卢卡 ，Victor and， 猫都是用甜，对啊，没错。就恰到那米那米斯瑞文呢？我家狗会在地毯上擦，我怪崩溃。狗狗是不是都这样啊？对，猫咪都会自己舔。对，而且它是短毛猫，所以就是不太会粘到屁股上之类的。嗯，
狗舔不到，没办法，给它专用地毯呢。じゃあ残りは後であげますからね。待てる？うん、美味しかったの。うん、よしよし。じゃあ等等等再给他好了。美味しかったね。はい、姐。所以你狗狗的话，通常它上完厕所，你们都帮它擦吗？还好不是擦到沙发或是床上之类的，狗给它保洁垫就好了。还会大便完拨土去盖，就会踢到乱飞。等一下啊、哦！有人密我了，我现在可能要马上回的那种。等一下啊、哦！又有刺激的吗？不是，嗯，等等再跟你说，跟大家讲。话说今天开始用1200，露卡有用了吗？我没有，我今天没去，对，我今天没用到，但是明天会用到，对。嗯嗯、我早就买了、啊，在捷运上，只是没有用而已。我是问用了吗？不是买了，反正你说门会开通，对，但我不确定我平常搭的客运也能不能用，嗯，是全部的客运都可以用吗？还是有规定，就可能只有那这几个之类的。等一下哦。好，我的明天的起床时间早了3个小时。哦，这3个小时，我再看一下哦，我再看一下。没有，2个小时。官网有写，好，那我真的再看看。
原本可以睡到中午，现在不行吗？对，就是呢，就是嗯，之后再跟你们说啦。对对对对，我们不能说未来，我们未来的行程不能跟大家讲。对，之后再跟你们说。只是我明天对起床时间。早了几分钟，不是早了两个小时。工作的有可能，我不能说，对，对，就是，但是算是没有钱的东西，嗯，算了算了算了，哎，我。我下礼拜再跟你们说，对，下次直播再跟你们说，对对对，我明天要早起，要不要叫你？要怎么叫我？没有钱的吗？对啊，就是 TP 有很多没有钱 的东西，谈钱伤感情，对，就是不好拒绝，对。下次什么时候直播呢？哎，还没出来吗？我看一下哦。应该是礼拜，我没有交直播表哎、欸，明天才会出来。等一下，要直播表。Oh my god！ 不然我们现在决定好不好？而且应该要六点，今天六点前要讲的东西。Oh my god， 完蛋了！我看一下哦，我的铅笔，铅笔，铅笔。我现在，我下礼拜，下礼拜开始我要忙别人的代位，对，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练演唱会的东西，对，就是，就是呢，演唱会因为就只有一期生嘛，对，然后他们几乎都。他们都找只能找二期或是三期生代位嘛，对，然后代位就是没有钱，然后浪费交通费而已。但是还好我这个月是买就是月票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浪费不会浪费钱，就是浪费时间而已。来回要四个小时，对啊、哦，可是现在就不用，对，但是现在就不用转车，那搞不好会早一点，对，来回可能要三个小时以上，对，就好啦，至少可以减肥啦，对啦，我也只能这样想啊，哎呦，我的通勤时间真的对啊，可以多练练不同位置也不错啦。好啦，算了，你已经很瘦，不用减。不行，我真的要减肥。我真的不能再变胖了。不行。好，迷之微笑。那你要防晒吗？他们找你代位，有请你吃饭或饮料吗？谢谢一凡的告白气球。看情况，有些人真的会，对，但就，其实还是要看，就，对啊，就，对啊，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拒绝？对啊，
但是像是如果是像是云爵找我代位，我就绝对不会拒绝嘛，因为他上次公演就是临时帮我跳嘛，对吗？就已经他已经就是救了我很多次嘛，对吗？所以我不可能，他找我不可能拒绝，除非真的有事情。对啊，对，原来是成员找代位，我以为是公司安排，不可能是公司安排，公司才不会管这种东西。通常是成员找成员，对，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哦，7月3号我不行，看一下，7月4号好了。成员自己想办法，对，所以我之前就是要去日本的时候，我真的超级讨厌找代位，对，因为通常代位不会有，不会有人被找代位会开心的，除非真的会给他交通费啊，或是就是请他吃饭什么的。他们找你的时候，你说好饿好渴，可是表演出包粉丝都会骂公司，这样公司不出面处理哦。你说如果表演很忙，表演不是啊，表演就是我们乱表演，又不是公司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对啊，除非公司不给我们就是练习的场地啊、时间啊什么的，没有，他们还是帮我们排时间，对。然后会不会自己会不会出席，就是自己的问题。就算我可能真的那天真的有事情，或是有别的通告什么的，对。7月7号就发生哦，真的、哦，这算自主练习吗？不算是，就是真的会找老师的那种。原来是这样的制度，对。然后如果真的不会没办法到的话，一定要就在家里自己练，或是找代位，对。反正就是我们跳不好，不是公司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对。好，7月4号。所以有别的工作的也要自己找代位，没错。对，没有人代位会空一个。对，虽然我之前有这样，真的有这样过，就是找代位，但是都没有人可以，那个时间都没有人可以，所以就只能这里就空格之类。哎，不是，别人，对不起，不是我。这也不是常常发生，这也不是很少发生的事情。你初选版的单曲，你不知道发售时间吗？我真的不知道哎。下周会开几次？两次，没意外的话。人际关系很重要，对。只能放个卢卡人形立牌，空格会很麻烦，就是看影片看不出来到底是怎样，对。尤其是新学的东西的话。而且是如果就是很大人一堆人一起跳的时候，空格就真的很麻烦，对，但也没办法。如果是像我们30几个人，还是现在40几个人，全人一起跳的舞蹈，然后如果有人不能到，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嘛，对啊，对，就空格真的，看影片就看不出来自己到底在哪里，对。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舞蹈动作可能就不一样，可能右边的人这样，后面的人可能跳这样。对对对，姐姐不能跳，为什么找姐姐？不是观感，就是学不到，因为那个拍下来的影片，未来的人也要看，可能像是全员跳的，像有什么梦之路嘛？对，像是梦之路。几个人的版本短版什么的，看一下5号，7月4号8点半到10点半好了，好2个小时，好，那下一个就7月8号跟7月9号哪个比较好？对。我原本想看7月7号可能会有什么烂的活动，但是7月7号刚好有事情，对，就是练习。本部有时候会叫 staff 去占缺席成员的位置，
有可能会站，但是不会跳，所以待会也要认真跳，不用那么超级认真跳，但是有些新学的舞蹈，如果待会不认真跳的话，就是要学那个位置的人看不懂，对，就是不用全力跳，但是还是不能跳，尽量不要跳出来，对对对。对我来说都差不多，七月九吧，七月八刚好可能回到家。好，那就七月九好了，但也有可能会改成七月八，对，反正就是七月八或七月九其中一天。好，先七月九，看一下哦。九点跟八点半哪个比较好？这天应该也会开两个小时，但我怕。九点开的话，就是可能十一点结束。然后礼拜天的话，十一点结束，我怕你影响到你们明天的上班时间。对呀、啊，那就八点半好了。但是我礼拜六开的时候，我都是选九点。好，先八点半。对，好，下个礼拜呢，七月。不知道哎、欸，哪个比较好？反正你不会开到三点，没差。所以还是不可能会改啦，对。但是改的话，我在限动跟你们说，七月十一好了。七月十一，八点半。对，暂定是四跟九，然后十一，然后十三我不行，十四我也不行，十五我也不行，十六我也不行，怎么办？啊！好，没关系，先十六，然后不行我再改，好不好？对，好，就是七月十号这一周，我可能只会开一天，对，那样八点半好了。那周那么忙，就是没有，就练习而已啊，因为就是手牵手公演的前一个礼拜嘛，对。然后首先走过来那周也很忙，对，那就先这样好了，对啊。然后但是我二十到三十那一周就很闲，对，所以就是如果有我没事的话，就直播改到这周哦，第十名，很棒，谢谢大家。是强哥吗？强哥送我很多吗？强哥刚刚送我什么？6600，我想一下，对啊，就没有，不是一周年，就是一起生那个啊，烟火哦，谢谢强哥，后面就可以放假了，对对对，你没看到吗？我刚有念对不对？还是我刚刚我那时候去拿行事历表，谢谢强哥。好，那就好，先这样，不行再跟你们说。你刚刚在回讯息哦，对对对，那时候，但我有印象，我有印象。七月十一是也是八点半到十点，七月十一，谢谢强哥的梦幻烟火，谢谢。ありがとう。好，可以了，就这样。我以为可以闪过的，强哥夸张耶，很棒啊，强哥，谢谢强哥，我有看到你私讯也送我礼物，然后你在这边也送我礼物。
大家。我这下礼拜可能有点忙，希望我可以变瘦。对，我最近真的有点担心自己的体重。就以前我发现以前就不吃饭，然后跑一跑就真的会变瘦。谢谢大家的红玫瑰哦，是原来是抢红包。但是真的这个年纪，我发现跳一跳也没办法变瘦。现在很正常吧？不正常，我体脂现在真的有点高。你又不会破50，还好吧？我没有身高啊，稍微控制饮食。你现在是正常体重吧？现在吗？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正常体重。但是如果如果是偶像的话，不算是正常的体重。多喝水比较不会饿，也可以帮助代谢。对，我真的不太会喝水，然后最近还喝苹果汽水。不吃饭变瘦是不行的，要变瘦还是要靠运动。对，而且如果要吃营养一点，我的跑步计划呢？其实我发现跑步，我去跑步瘦的都是上半身，不知道为什么。欸，跑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变很瘦很瘦。只是我之前减肥是靠跑步，只是瘦起来就是没那么好看，就是对，就是瘦上半身。跑步姿势的关系也是有可能。家乐福的水是对最便宜，要一天喝一瓶，就看看先瘦哪里是基因问题，基因决定，但没办法决定要瘦的部位。跑步不是酸脚变，对，就是脚变壮，然后上半身变瘦，所以就是脚看起来没有变瘦，下半身先长肌肉。你要把重心往前，脚才不会变太壮。我的重心好像是一直都很前面的样子，所以我重心有时候就是后面一点，我就会快跌倒。对，因为我的骨盆是往前，对，所以我重心都是前面。你都晚上去跑步吗？哦，我之前减肥的时候那是冬天，所以早上去跑步都不会很热。我的重心都在你身上。哎，骨盆前应该是我自己觉得是往前的，对，但我看有点看不太知道怎么看。不过还好你的脚不会看起来很壮啊，是蛮壮的。以我的肌肉量来说，我的前脚大腿前脚是最壮的，然后后脚就没什么肌肉这样。不过只是先后问题吧，也没有局部变瘦的方法。你会早上去跑，你起得来哦？要站起来看侧身才知道。晚上比较多啦，以前也是。那不然我现在站站看好不好？这样看得出来吗？还是我穿这样看不出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应该是我站很直的，我自己认为站很直的时候，我发现我屁股是这样，然后骨盆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我会常常这样，所以我以为我是骨盆是就是很容易往前的人，没有特别壮吧，看不出来，就是后脚很肥，衣服太宽松，后脚真的没什么肌肉。唉，好想变瘦，但是我只有对啊，瘦肚子跟腿就还有双下巴就好了，还有肩膀这里，绝对疗领域消失了。膝盖受伤吗？对呀，我半年前吗？去年10月受伤的，好像是10月吼。还是11月，我记得是10月还是9月，忘了。对，然后到现在还没好。对，
就可能真的要去医美诊所，但我就懒得去。可以想送哪里就送哪里吗？这个我其实不知道哎、欸。女生手臂好像很难受，对，我这边是很瘦，我这边没什么肉吧，对吧？我这边是很瘦，还是一般人这边不太会长肥肉是吗？我这边超多肥肉，尤其是就是这样的时候，就看起来就是，啊，比较难，只能整体瘦，脂肪堆积有个顺序，那边本来就比较瘦。不行，没办法决定要送哪里，好吧，好难过，看得好想捏看看，重量训练了，那边肉肉的看起来很可爱。那我问你们，就是我在船上，如果就是一直做腿的动作，我的腿会变瘦吗？然后其他部分会不会就不会变？女生手臂比男生容易堆积脂肪，对啊，真的。所以其实我很少穿吊杆，是因为这个，要看什么动作，就是腿会就是开的这种动作，空中脚踏车之类的，躺着运动屁股会变大吧？是吗？腿会变壮吧？所以不会变瘦，腿会变壮而已。是吗？我不知道，线条会变好看。空中脚踏车是练腹肌，那个就是一个消防热量的方法，是不会变瘦，但是今天吃的东西不会，堆积在身体上，这样吗？要看动作练习，不一定。你要做什么啾啾仔的健身操？加速吸收。他说皮也有，哦，屁也有，皮有皮有皮有。可以看网络上的教学，要去问健身教练。那要先戴头套，一直做会变瘦吧？不会只瘦中地方，是一个整体，好吧？看来我真的只能靠跑步了。嗯，还好我对跑步比较没那么排斥。对，我真的还蛮喜欢跑步，只是我不喜欢天气热而已。对。哎，我的这个现在已经不很不，我的睫毛夹的黑色的地方已经不能用了，但我不确定外面有没有单卖这个东西。不要在床上运动太软，可是我的床太硬，超硬，你真的也不行吗？要买新的吗？可能要哦，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单卖。这边有女生吗？是不是？现在女生是不是都很忙？那你可以去健身房跑，有冷气。我的床真的超硬到有点不太习惯的那种。那块有单卖哦？真的吗？那我明天去买好了。虽然可能外面卖的不够便宜，但就只能这样。直接买整个不行吗？也不是不行啊，只是不需要。你不是弹床，我不知道哎、欸，什么就很硬的床？为什么很硬？我不知道，就很真的很硬。上完早早啊，上完可是不是都要等三天以上吗？要换床了吗？其实我很想买床上面就是敷的软软的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也很贵。我不知道，就没什么在看一下。就真的很硬，跟 mattress 差不多。
我在日本还是台湾？台湾也是现在虾皮好卖，等超久，对吧？嗯，我好想讲这边。等一下，我加加看。等一下，我刚刚讲不够，所以眼皮就没那么好看。我再蹦讲个，我再蹦讲个。可以了，可以了。床垫太大也不能送，不用，不用，不用，不需要，不需要。木板床上面只垫一层布，嗯，但真的跟木板差不多硬的那种。所以我第一次，我搬到这边的时候，我第一次睡在我的床上会觉得有点。我前几天一直都在看噩梦，一直都做噩梦，因为真的很硬。如果习惯硬的还是软的，软的，但现在已经习惯睡硬的。床是房东原本就有的，对，没错。你也睡在那单床很久了吧？嗯，床的问题才做噩梦，对呀。对，没办法，现在就习惯了。我去饭店软的都睡不着啊，对，饭店的那种就很软。对，我们家的不是那种，我以前学校宿舍的床垫很软很舒服，现在搬到外面觉得很硬。这个房间的床也是啊，都很硬。有的山羊。但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床上做运动，对。太软有时候也会腰酸背痛。那你会认枕头吗？枕头吗？会算会，但我也习惯什么样的，我什么样的枕头都有睡过，像是因为我之前住我爸住院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枕头就真的只能用那种在车上用的那种套在脖子的那种枕头。难怪卡妈卡妹都回日本。嗯，我的体质好像比较适合睡地板。マクラならここだよ。你喜欢哪一种？就是低反波的那种。你有没有护士拿枕头吗？哦，护士可以，可以哦，可以这样哦。我之前有睡过医院沙发一阵子，超难睡。我以为他们只能会给我们，就是给患者枕头。哎，我真的不知道哎，我之前都真的是想啊，温家，天，奶奶呢？奶奶呢？在这边吗？我看一下。嗯，好像不是。好吧，好像在隔壁。对，之前就是真的带来车上睡，车上或者就是搭飞机的时候睡的那种，保护脖子的。可以把有需求就去问一下。哦，我们以前真的傻傻的没有问。哎，反正枕头超多。或是床头不就是病床那种？那个呢？被子呢？多要被子也可以。那所以我们之前住院的时候，我们要带自己的枕头跟自己的被子。还有我都很好睡，真的哦！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唉。早知道就去问看看，大部分应该都能提供。可是我们又不是患者，对，以前是这样，自己带也太累。对啊，以前对家人住院，然后家人住院真的很麻烦，除非对方不想给，有些人反而不想用医院的。我是没差啦，我真的不会，
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样。陪病家属的可以要，好吧，太晚知道了。如果是四年前知道的话，就，唉，有没有留下来照顾，让他们轻松一些？不给你可以去卫生局投诉他。欸，我原本真的不知道，没差啦，都过了。对啊，至少如果之后也有发生一样的问题，就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对，所以以前住院的时候，真的我们一家人都带超多东西。对啊，我想一下，我那时候带了什么？棉被、枕头，还有纸杯、湿纸巾、卫生纸之类的。露卡明天要早起睡啊，好，晚安，辛苦了。什么又在立？什么意思？哦，没有啦，不会啦，不会啦。反正现在我在纸杯医院也有哦，真的吗？那时候卡巴是住很远的医院吗？算是，就是一定要搭车才可以到吧，算是。之后不要遇到一样的问题比较好，对，该带的都带了，对对对，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能不什么东西医院可以准备给我们，我想一下，你们还要带一堆东西，辛苦了，还有水啊什么的，可是水。其实医院那边也可以买，对，只是从家里带比较便宜。还要带什么？就是衣服，对，换的衣服啊之类的。护士也没跟你说，通常不，护士才不会管我们吧。我都带笔电在那边玩，带水也太累。十一晚安。那边医院护士真懒，还是他们看到我们用自己的，然后就没有跟我们说，应该是这样。反正我们就自己带就自己带。台大如果这样，大概会被骂。哦，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对啊，对啊，他们也不会跟我们说。哎，你们自己带纸杯，我们这边也有；你们自己带枕头，我们这边也有之类的。他们不会跟我们这样讲，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看我们基本上要带的东西都有带，所以可能就没有说。对啊，还有什么东西自己带？有点想。算了，但是住院真的有点，我现在想想真的觉得那边环境真的没有很好。你们都带了再讲回，让你们很尬吧？对啊，他说他想说你有自备，刚好省了他的麻烦，可应该是这样。洗澡也很麻烦，对。真的麻烦，住院真的很累，陪伴的家属，对，我个人觉得陪伴的家属比病患还要累。医院的环境就是压迫感很重，对，谢谢优小那个呢，带我去流浪。上次有间医院要我们自备病人，超麻烦。什么是自备病？什么意思？装个装潢都白白的。而且三四人反而很，对啊，就很吵。欸，这个有说过，我们之前，因为很多多人房，像是个人房、双人房，通常都有人，预约比较满，所以几乎都要等床，所以只能基本上如果要。想要赶快住院的话，真的只能睡多人房。对，我朋友很喜欢你，上来支持一下。你朋友，谢谢，不知道是谁。不过护理师很忙，可能没空注意别的事情。对啊，像对，就是吵的是像是打呼
打呼声，还有，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很吵？原来健保只有多人房。嗯，单人房健保很难等，几乎等不到。单人健保房？不是，我们不是健保房，还是有单人健保房？我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就是一直就是一直要等。但是我们自己有保险，所以可能住一天，医院他们会提供几千块的住院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住双人房也不会浪费到钱，对对对，对对，会有补助金，只是双人房也超难得。可能会，但还是可能会看是哪一科啦，对，就是，嗯，你们有情看护吗？有情看护是什么意思？有情看护吗？什么意思？有点不太懂。有情看护，对啊，就所以我们通常预约后至少要那时候至少要等一个礼拜以上。对，然后不知道医院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啊？谢谢送我车车泥，不要到半夜不睡觉一直聊天的就好了。这个之前有遇过，但就还好。就是请别人帮忙照顾，没办法，我爸完全听不懂中文，要怎么请看护？就是没时间顾，请专人照顾。我们其实那时候也没时间，但是。我爸完全听不懂中文嘛，也不是完全听不懂，就是那时候他直接讲好了，他得癌症，然后已经转移到脑部，所以以前会的东西，中文什么的，都就是忘光光。我不知道是忘光光还是就是。对，就是没办法理解，也没办法表达，对，应该是这样说。对，就是有点像失智症的老人家的感觉。那，虽然有后来治疗后有好了一点，对，压迫到脑部血液，我不知道，应该是。那个很多肿瘤可能刚好长到可能出现到就是理解能力那边的部分吧，我不知道，对。啊，我不是不知道看护的意思，我知道，只是不知道什么是请看护的人。我之前住过台大癌症医院，设备不错，还有沙发床，很好睡。影响语言能力了，不知道，像所以就是，如果啦，台湾的老人家，失智症的老人家，请只会讲日文的看护人，他们要怎么沟通呢？就是叫他可能好，我们要，你就是可能就是请帮他做了什么？他就听不懂啊，我爸就听不懂。台大癌症医院设备很好，我只怕你看不懂我翻成日文。没有没有，我看得懂啊。对，就是癌症是真的很容易，就是转到别的地方。但是我爸那时候还好，没有转到骨头，所以至少他最后，没有那么的痛。该怎么讲？我相信他一定很痛苦啊。就是听说转到骨头的话更，就是，对啊，就可能连走路都很痛的那种。对，看护没有在沟通，就在旁边而已。对啊，有事情会帮你叫护士来。或是敷病人去厕所，对，
对啊，那沟通谁要沟通呢？我们家人那时候可以沟通的就只有我，对，我妹也在上学，然后我妈听不懂嘛，对啊，而且这种跟生命有关的事情，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听得懂才可以，对，所以，就，对，就是没办法，全部都交给我嘛。转移到股东会超痛，对对对，听说了，对。真的辛苦了，卡拉。突然想到以前的事情，对对对，因为突然我们那时候也就是事情真的突然发生，所以，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知识嘛。也没什么心理准备，所以，就，虽然我不想这样说，但是，就是，我不希望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不关我的事，这样对，而且骨头那个痛，不管什么止痛都没有用，对啊，所以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他过世的时候，我们都说还好没有转到骨头。对，那你最近有跟卡爸沟通吗？哦，最近已经没有了，我没有请那个人。谢谢送我啾啾你。对，其实也可以请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对，就是想讲的都讲了。谢谢送我极速浪漫驴，对呀、啊，就是我想一想，我不知道要从哪边讲比较好，对呀、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爸希不希望他的故事在这边跟大家讲，对，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不希望会出现第二个我吧，对，就是明明可能就是早一点检查，就会可能会早点发现，就会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好啦，总之，就算自己觉得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每一年好好做检查可能比较好，对，健康检查啦，对对对，健检一定要做，对对，没错。因为有些公司我知道每一年都会有，但是有一些公司像是自己开公司啊什么的，有一些公司就没有这样的嘛，对，我爸就是很少去看医院的人。卢卡有做健检吗？其实我没有做过耶，我只有抽血检查，还有 X-ray 之类的。对，你们公司有提供没有？怎么可能？我们公司怎么可能会提供？总之，送你主持主播打气啊、哦！谢谢你，也是现在这个故事是14年前的事情。对，你来台大健检，我帮你打车。那就是啊，话说卢卡有闲钱可以自费做肺部 CT， 那就是最基本，对，肺部我也觉得可以检查看看，尤其是抽烟的人，对，啊，碰讲好吵，对，就是一般很少直接做 CT 吧，早起治疗可以早点发现哪里怪怪，对，先插光 X 光有问题才做。你以前也吸了不少二手烟，对，以前啊，有穿那隐群吗？啊，我们 TP 的都不能穿。碰奖快5岁了，珊妮你好，碰奖现在在对乱跳乱跳。
对、啊，虽然可能你们还年轻啦，对，你们可能还年轻，但就早一点检查，对，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发现，可能才会救你。现在癌症已经年轻化了，对啊，彭佳。但很多人自己不会发现自己哪里有问题，对啊，就是，都通常都不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对。对，我在讲什么？最近癌症病院都是年轻人，看着我也觉得很怕。像是什么癌，年轻人比较多，有些要看有没有家族史，对。我现在想，我爷爷，对，爸爸那边的，还有我爸，然后外公都得过癌症，对，所以我真的要想一下，大肠或是乳癌，了解。对，乳癌好像真的年轻人也会很容易，对，是生活作息吗？还是遗传？还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胃癌很多吗？可是胃癌症状好像比较明显哦，大肠癌好像症状没什么明显的样子。大肠很多意思是生活作息跟环境污染，了解。我生活作息就超乱嘛，我也可能要注意一下，但是还是跟遗传很大的关系，了解。我要小心，大肠癌等到有感觉就来不及了。放假，哪里哦？好，我爷爷其实大肠癌，对，但是他发现的时候就非常的，是很早期，所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对，就是一开始以为他发现就是大完便的时候有流血，然后。我奶奶就是叫他赶快去看医生，但是爷爷说那应该是那个痔，你们知道痔是什么吗？对，反正就是，对，我爷爷说一定是这个，对，确实他好像真的是这样，但是检查后发现哦，其实也有大肠癌这样。所以还好，那时候我奶奶叫他赶快去看医生。对，现在就是我爷爷现在就完全没什么问题了。同事爸前阵子是，胰腺癌走的，通常发现都是晚期。对，而且听说这个癌症就是很难治疗的样子。对，就算早期发现也是很难治疗，最好是定期做检查。很多癌症有家族史的人的几率是一般人的好几倍，了解。这个怎么胰脏癌个呢？等胃痛就没救了，对。对，胰脏癌。胰脏癌就是贾博士，什么意思？肝脏最难发现吧？不是肝脏，等一下，肝癌吗？吕冠晚安，好啦，总而言之。虽然有些癌症可能发现就已经啊，谢谢雷肯的永恒的爱。就算早期发现，后果可能没有好，但是有些癌症还是早点发现就真的不会什么有问，可能不会有什么有问题。对，就是他小时候牛奶喝太少，我一直都很晚来。贾博士是这个句子，我不知道谁是贾博士。哦，了解 Apple 这种人。
很少看到你穿绿色的衣服，对。但不管怎样，早期发现都可以活比较久。嗯，没错。哎，ポンちゃん、落ち着いたかい？嗯，对。对我爸发现的时候，就是啊，谢谢盛元松啾啾你。他说一开始说头痛，对，然后发现就是数字的算数都没办法好好算数，就是对，一开始他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数字，对，以前管钱的人都是我爸，对，然后他用手写，然后一开始打电话给我们说这个数字到底是怎样，是你们乱写的吗？然后我问我妈说。有吗？他说没有啊，我们一家人都没有碰过，对。然后他说已经这边的数字很怪，对，对，已经算不出来，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对。然后过了几天，他说头痛，对。然后叫他算数，他已经对算不出来，所以一开始我把他带到医院看脑部的检查。然后发现有很多肿瘤，嗯，而且不是一两个，是真的超多的那种。然后，但我们不知道原因嘛，对。然后就那时候，他把这边头整个打开，然后拿出来最大的那一块，对。然后检查之后才发现，哦，那个就是转到头脑的。压迫到神经吗？不止神经，我不知道，就真的很多很多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想到那时候觉得很可怕，对，但是没有检查就也不知道原因嘛，对，血管神经都会压到，对，然后后来就去做那个芳疗嘛。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就呜呜的，就是让它肿瘤会变小。我不确定会不会消失，但是可以变小的。对，放射性治疗。哦，对对对对对，不是化疗，不是放射性治疗。对对，应该是这个。对，然后做完了。几个礼拜吗？有点忘记做了几次。他的脑袋算是脑袋吗？已经变，算是变正常的，对对对，但还没完全恢复啦，对，就可能还是有点模糊的那种，但是算数就 OK 了，对对对。那是拿放射线单刀去切肿瘤，哦，原来是这样，对，只是那时候很麻烦的就是，银行的那种密码什么的，因为他以前不是他的那个认知能力嘛，已经就是跟失智症的老人差不多，所以我问他，你还记得号码？他说忘记或是讲了错的号码，这样，对，对，全部都忘光光，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比较麻烦的是这个，对，就算记得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也是有可能，对。然后他原本有日本的银行卡跟台湾的银行卡，然后那时候他说用这个台湾的银行卡就可以提出来日本的钱跟台湾的钱。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明明就是不同银行，对啊，但是就是对他连这个都全部都搞混，以前好像有讲过这个银行超麻烦，拿本人印章跟证件去银行办理不知道行不行，对，所以我自从那时候发现我把很多密码什么的都会写在纸上面，然后好好保管，对，不然之后可能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真的会怕，真的会忘记。卡哇伊之未来现在真的有卡片可以这样，笑死了。对，
你有什么事情他忘记？写在纸上可以，但千万不要记在手机。好，好，好，我也都会忘记。还是你偷偷跟我讲，我帮你记起来。不行啦，哎呦，你们没有猜出来吗？后来我忘记怎么处理了，但我记得有一次是要打啊，有一次我记得我爸的银行每个月都被扣那个亚马逊 Prime 的账会员的钱，每个月都扣掉。然后我问我爸，你之前有加入这个吗？他说没有，不知道。对，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那边的公司那边的人，然后说不好意思，然后他问我我是本人吗，我说不是，然后他说他要跟本人讲话，可是我爸现在没办法讲话的状态，要怎么跟银行那边的人就是证明他是他自己？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过，就真的没办法处理。对，可能就算有加了也忘记了，我真的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有加他可能真的忘记，或是可能真的也有可能真的没有加。嗯，最终选择的锅我很抱歉。诶，什么？你就变身，你模仿卡爸的声音不行啦。我觉得卢卡很会声音，男生的声音我真的不行。男生，喂，我是卡爸。你会被发现，有可能是用没取消掉，也是有可能。但是我们后来找了他的亚马逊的记录跟会员，就是完全没有那个东西。对，我们查了很多他的 email， 一个一个试，哪一个账号是他跟亚马逊有连接，然后到最后都找不到。对，最后就只能跟银行那边说取消他的卡。对，只能这样，所以那时候被扣掉的钱就没有回来。直接打去银行说被盗刷就好。他说这个要查，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对，因为我也平常不会看我爸的银行的使用履历嘛。对对对，他可能用别的账号，太久就来不及。对呀，就已经来不及了。他说这个肯定要查，但是就没办法。嗯，他有秘密账，他有很多 email 账号，可是我真的找不到。嗯，想说那就算了。我看一下我有什么东西每个月都要自动扣款。嗯，对呀。那宝酱，那还有什么事情比较麻烦？对呀，就最主要是语言的问题。对，嗯，就是很多事情都发生，但是就是没想到，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想到未来会变成这样。TP 生险每个月扣款，所以如果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现在很年轻，但其实很年轻，如果很健康的话，也不好意思讲这种话，对不对？就是可能要事先准备啊什么的。对啊，对啊，就算我可能知道我爸未来会生病，但我也一定没办法这样。嗯，就这个就很难，反正我都交代好了。对对，嗯，卢卡有空也要去健检一下。对，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去检查，虽然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对，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事情发生后才发现，哦，原来一年前的那个其实也有可能从那时候就有症状了。对，只能这样想到。嗯，像是我爸大概发现前一两年，那时候就是他的脾气
变超级不好，对。然后我跟我妈说，她一定生病了什么的，对。但结果没想到真的生病，对。但比较我们都不觉得很怪，是他我爸的脾气本来就没有到很好的关系。老人家是不是都不喜欢去健检？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去看医生，没有，应该没有人会喜欢去看医生。我就不喜欢那个医院的气氛，对，而且很贵。但这个真的很重要，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有的健检非常非常仔细详细才检查出来，对，真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没问题，但有时候等到觉得有问题就来不及。哎，对，真的真的。赵植安要求40岁以下最少每5年做一次。嗯，原来卢卡的脾气是遗传卡爸，卡妈跟卡爸都有。但我跟他们两个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健检的的确有一点贵，但是年轻人3年一次就好。劳保是规定2年一次，嗯，对啊，还是要做一下。我想一下，我上次做是什么时候呢？我上次做，我怎么记得我最近有做，但有点忘记是什么时候。那他们两个会常常吵架吗？你说我妈跟我爸吗？因为我爸一定会吵赢我妈，所以我妈也就是很少跟我爸说什么。对，大多公司每年都会安排。了解。牙医我还没去看。对，牙齿也很重要啦。卡妈居然会吵输，没有，就我爸就很凶啊，嗯，牙医是不是也很凶很久？对，没错，嗯，我3个月就要去看一次牙医，我下礼拜就要去看牙医了，3个月一次哦。牙医我讨厌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预约。卡巴是讲道理还是靠音量吵架？都有。他声音很大声，然后我们家就只有女生嘛，他只要一大声我们就吓到那种。如果要好好刷牙是还好，建议是要半年一次。那卡妹有细程到吵架凶吗？卡妹一直都很凶啊，你们应该知道吧。我们家都很凶，对，跟一般的日本人家庭比起来，我们家的人一定比其他家里的人，比其他家人很凶。碰巧会凶回去吗？碰巧很凶啊，碰巧，哎，碰巧不在了。好想被卡妹骂。碰奖，连碰奖都凶，确实。你是你们家相对最不凶那一个吗？我不知道耶，不知道。Luca会有牙线清牙齿吗？会，对，虽然不是每天，但还是会。我猜你们家最不凶的是吉吉，那吉吉不是家人。那是碰奖的玩具。碰奖吵得赢卡爸吗？你会用牙线哦？什么意思？意外吗？的确是比较不凶。看来光田家只好引进一些脾气好的基因的，例如我。对，但是不行，我跟凶脾气凶的人结婚的，我们家的小孩一定是凶凶的。用牙线才不会蛀牙。吉吉又哭了。九蛋讲话有时候也很大声哦，是吗？哦，对啊，九蛋也常常很凶。九蛋很凶吗？我印象中还好，我就是宫田家里最不凶的一个，因为我不太会用，我都用牙线棒，每次都用牙医说你应该用牙线。
牙线棒跟牙线有差吗？男生的话凶一点比较好。我希望外表很凶，但是内心不凶的。他只是看起来很凶，因为呛他，他都不会怎样。卢卡家需要我的双眼皮基因吧？没有，我跟你说，我爸妈是双眼皮，然后我跟我妹不是。对，我是一单一双的人。对，谁外表很凶？原来卢卡喜欢坏坏的。牙线才能清牙缝的前后面，隔代遗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对，给你们看我的左眼，我的左眼算是这样算是双眼皮吗？你们觉得？我三眼皮，双眼皮智力太弱了。对，可惜我外表不够凶。我今天就算吗？好，了解。我现在这边是贴有贴东西，对。我其实看不出来是不是用画的，这边没有，现在没画，只是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很胖，但是有双眼皮的我瘦下来应该比较会明显一点。天轩谁外表比较凶？这个我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这样说看得出来差别，但没说不会特别注意。对，卢卡有分群吗？甜甜圈凶凶组成两组，甜甜圈不会分凶跟善良，是分好了，不要分了。以前我只会看杰心，好像有三层以下。好了，不要说别人的眼，我怎么只记得瘦瘦组跟胖胖组？情乐组怎么觉得又要偷凑？为什么？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儿童组怎么年轻组跟老人组？不要分类啦，就分。长得像旅馆的像是雷军的，我是雷军组，是吗？雷军对号入座，温和组、情乐组、瘦瘦组没错，老人组就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那绑架，看来卢卡觉得强哥跟雷军不像，你们觉得他们两个像吗？我个人觉得不像啦，就是共同点就是眼镜，戴眼镜啊，然后身高吧，身高差不多。卢卡的三代感，制作的强，天上的色，专情的怪。等等，年纪怪。哦，对吼，年纪，强哥应该比我瘦吧？强哥是不是甜甜圈里面最瘦的？如果我没有，好像他是最瘦的人。为什么是专情？卡丘呢？卡丘也很瘦啦，只是我怎么觉得强哥看起来比较瘦？你的瘦是指体重还是体脂？我不知道你们的体重啊，就从外表看他的腿。羽冠沾起了一堆人，那强，我记得强哥不低不矮，强哥几公分呢、啊？那我看起来大概多少？陆克吗？陆克看起来多少？我认真猜好了，174，或是173，是吗？
我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对不起。强哥脚超细，对，我记得他脚很细，我看起来是很胖。他算金石的，没有多余的，太刺激了吧？直接问，我不能直接问吗？强哥体脂我记得跟我差不多，维持很好。我不用讲我很胖，没关系。卢卡有觉得现在我跟一开始看到我有差很多吗？好像有诶、欸，就一开始我对你的印象，对，好像有，对，好像有差。很准一七三没错哦，真的 ，yes， 是体重不要啦，体重会真会走心，对，差不多173。他都没在吃东西，以前很胖。我现在没钱吃饭，不行，我也要变瘦。我要决定，我现在46嘛，我可能要决定我没有低于44就不能吃巧克力之类的，或是冰淇淋。好，冰淇淋好了。好，我44公斤，我没有到44公斤，我就不吃冰淇淋。我在这边跟你们说，对。啊，男生还好，体重对男生杀伤力很小，所以哦，所以身高比杀伤力比较大嘛。那我看起来几公分？你之前好像有讲过，你变64，我还是爱你。那你可以吃蛋糕，还有上次的蛋挞。不行不行，那好，不要吃蛋糕。OK， 这样好了。好，那我这样决定好。现在46嘛，45我可以吃巧克力，44可以吃蛋糕，43了可以吃冰淇淋。所以我现在不能吃巧克力、蛋糕、冰淇淋。好，这样好了，不然我绝对没办法变瘦。如果你能戒掉甜点，一定能瘦下来。希望可以，对。而且我每个月的花钱，几乎真的吃的几乎都是甜点，比较贵。对，我会计较哦，30块高丽菜好贵哦。就是买卤味的时候，我会计较这些。可是我对甜点就真的不会计较。可是吃的巧克力就不到44。没有，只吃巧克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对，所以我现在不能吃巧克力、蛋糕、冰淇淋。但你不吃以后也不能吃，比我便当还贵，不然体重会反弹。好，那我想一下，如果42了，我可以吃什么呢？我想一下。要建立习惯，除非靠运动。我想一下，我最喜欢的甜点是什么？我为了冰淇淋，我可以运动。好了，七月一那天见上冰淇淋就去吃好了。泡芙最近很少买，因为泡芙真的很贵。现在是三餐体重就上升了，甜甜圈，好，那就甜甜圈，甜甜圈真的会变胖，对，真的。你要让身体吸收每日摄入的热量，不能差太多。好，饼干我还好哎，不太会想去买饼干。好，反正现在我不能吃巧克力，我其实现在超想吃巧克力，但都不能吃。如果超过多少会开始出现三下巴？我差不多43就开始出现了。甜甜圈真的会变胖，这是事实。可丽露也很贵。哦，对吼，我以前很喜欢买巧克力饼干。好，那我42才可以吃饼干好了。饼干，讲一讲，好饿。我今天宵夜吃9蛋。9蛋。我记得黑巧克力热量没有说很高啊，对，但我对黑巧克力没兴趣，这样轻就有三下巴了，对，应该是我的驼背的关系。嗯，
我加入的时候是41耶，我现在胖了5公斤。但是对，我其实想变瘦不是因为外表好看，是跳舞的时候比较轻，对，就是瘦的时候，瘦的时候跳舞比较不会那么累，对，就是41公斤的时候跳舞的跟好，我现在身上有5公斤的东西，对，然后跳舞一定有差，很累，真的很累，会快死掉的那种。玩可乐那时候多少？那时候应该42还是43？应该吧，一定没有超过45。对，不过那时候你超常不舒服，其实现在也算。浪漫火箭才有办法升空，不然都飞不起来。我最瘦真的是加入那时候，加入后2个月，那时候是最瘦。对，也许你练身体承重能力，对，就是我加入前，其实我报名那时候是45，对，然后我过了第二阶段的时候44，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边老师问我，你体重已经固定了吗？我说我可以再瘦2公斤，对，然后我加入之后真的瘦2公斤了，对，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嘛，不是我刚毕业，就是我一直照顾我爸那时候，对。就没事就去外面运动啊，跑步啊什么的。老师没有要求，但是就是大概知道可能瘦下来比较好看这样。对，问体重固定是嫌太胖吗？应该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啦。对，他可能觉得，因为报名表上面写45，对，他可能觉得感觉可以再瘦了一点这样。该回复 TP 传统了吧？大巨蛋，十圈预备。你那时候刚住不是很忙吗？还能照顾卡爸，就很忙啊。但是，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医院结束，就是我爸出院之后就直接去培训场。不过本家的体重没那么严格耶，其实现在也没那么严格了，所以我才变胖成这样。以前确实比较严格，我怎么觉得本家有些体重没在管，真的很辛苦，就看人了。现在我们 TP 也没什么在管了，卢卡不要难过。还是会那个啦，这量体重，但上个月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取消。看本家的身形百变也是种乐趣。不过你不是常骑脚踏车吗？就是以前骑脚踏车就变瘦，现在就算骑脚踏车也不会变瘦。不是听说公演前都会量体重，就是上个月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取消，然后就没有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觉得可能是没有时间吧，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对，可能少了安全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月可能会有，对，不行啦，因为没老板不了，身体习惯这样强度的运动，是不是基础代谢率变低？一定有，对，就是年轻嘛，でも日本で痩せやすいと思ってる。还是你以前有正常吃早餐，现在没有，太晚起床就没有吃早餐，就是太晚起床就早餐变成午餐了，对，也有可能现在因为我妈也没在家里，所以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今天晚餐我自己做，作息习惯有改吧，没吃早餐代谢率会变慢。但我有时候是晚上不睡觉，然后早上可能6、7点想吃东西，然后去买东西，然后吃，然后就继续睡。
吃完早餐后再睡睡觉，这样 OK 吗？我今天晚餐自己煮啊，真的，我做了照烧猪肉饭。对，卢卡有算过每天的步数吗？没有哎、欸，不会不舒服就没差，好羡慕。对，就变成废物了。吃完睡觉比较容易累积热量，我也觉得。就晚上不睡觉，早上吃早餐再睡觉。嗯。但我变超级胖是因为就是前阵子不是有 rumor 就是不是有 rumor 评比嘛，然后我到那时候我一直都好好的管自己的体重，对，然后就没上嘛，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干嘛管这些，就突然觉得我乖乖减肥的我就是看起来很白痴，对，然后就胖了。对，然后后来渔港我在渔港那边就是吃得很开心，我就变这样了。没上太难过，所以暴食就是发现这些东西没有用，对，就是之前我以为公司叫我们做好好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都乖乖听乖乖做，只是后来发现就是对就是最后还是没有被选上，所以觉得那我现在到底在干嘛，嗯。对，就是觉得我一直忍耐有什么用，就算有忍耐没有忍耐都不会选我，那好那就不管了。对，但我相信后面就是很快就有预感的工作嘛，对对，其实我相信如果前面没有好好的乖乖做事情，我相信这个机会应该也是没有的，对，现在这样想想我相信之前就是好好减肥好好练舞都不是没用的东西。不过像你的努力有被看到，对，确实，对，虽然我现在变胖了，但我相信我现在就算变胖但还是有工作是以前好好就是控制体重的关系。我没有转叛逆组，没有，我现在是想瘦但是瘦不了。怎么办？23岁那时候跟17岁这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也想变瘦，是那个关系吗？哪一个关系？看到你的努力在体重计上。对啊，乖乖做，可能当场没有回报，但是未来可能会有回报。对，还好我算是有回报的人，不是因为健身计划让你走上变胖，没有，真的不是。控制体重的关系，这个也是我的努力的其中之一啊，对呀、啊。之前握手会的时候算是胖的吗？因为我看你都超小只。握手会的时候好像蛮胖的。上次跟去年跟今年的握手会都不一样，应该有差3-4公斤。没事啊，卢卡多重我都有自信的，公主抱。谢谢 Plus 送我一颗心，就算没有直接回报也会有其他好处的，对。所以我现在如果好好保养自己的话，搞不好未来会有更好的工作。但是如果现在没有好好的减肥，搞不好我未来也就没有很好，搞不好会越来越不好。对，就不能太……我相信不管什么事情，应该都会有回，只要是努力的话，
应该会有回报的。搞不好减肥会失去需要胖胖的工作。胖胖的工作，其实胖胖的工作的话，我可能要胖到渡边直美那样才会有。都是现在的因造成未来的果。对，对。虽然当时的我听到这个一定不会相信。对，对。确实，到时候婚纱也是要穿得下才行，没错。很多人都是结婚前要，就是为了穿婚纱，然后就变瘦。对，但我现在要瘦，不是为了穿婚纱，是为了穿制服。对，我快穿不下面面的制服了，怎么办呢？需要胖胖的工作，卢卡再吃回来就好了。渡边直美那样，卢卡还会很长一段路要走。婚纱也有大尺码的、啊，就是不好看呐、啊。婚纱就是瘦瘦才好看，面面真的太瘦了。对。但他不是就是不健康的不瘦，该怎么讲？今天看他跳艺人真的瘦过头，他以前没那么瘦，对不对？他现在真的很瘦。你们制服没定做比较需要补身材？没有，我们制服是定做啊，然后我们穿别人的衣服，那你甜点一半送给他吃就好了。错了，面面超不健康哦，真的吗？他平常吃什么东西呀、啊？我不知道对男生说的健不健康是什么，对。好先不要说好了。上次握手会看到面面的手真的夸张，大概两手抵我一只手。我是指不是为你定做，为别人定做。对对对对，瘦的不健康，的确，但是拍照拍下来真的很好看，尤其是跟一堆人一起站的时候，对，因为。就是我们艺人圈的标准太，真的太瘦，就是偏瘦，所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合照的时候，太瘦的人可能就不好看，但是我们就是 AKB 的大合照的时候，太瘦的人不会觉得不好看，可能女生好看的跟男生不一样，一般人的好看跟艺人的好看可能是不一样啊，一般人的健康跟艺人的健康可能不一样。腿比粗细比较残酷，对呀、啊。你们都是为了拍照跟电视镜头在考虑，对，对，真的，真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嘛，对，瘦下来没线条就是不健康。哦，也对了，对了，对了。好啦，先这样。总之，我瘦下来才可以吃蛋糕。我变成44了，我在大家面前吃蛋糕好不好？哦，我终于可以吃了，这样。拍照要瘦，真的要超级无敌瘦才有办法。今天开到几点？哦，我要关播了。已经2个小时了。但为什么会看你？真的觉得还 OK？ 就现场看，觉得就好啦。希望下礼拜可以看到卢卡直播吃饼干。下礼拜吗？下礼拜一个礼拜瘦2公斤 ，OK 吗？谢谢阿叶的告白气球，希望可以。今天要玩吗？好啊，今天玩一下。但就是我们不要玩到太久好了。对，虽然今天礼拜六应该还好。自暴自弃的那种吃蛋糕，我们也会陪你。谢谢克里斯的告白气球，阿丁阿豆，今天直播话题真有趣哦，真的吗？我今天聊了什么？我爸医院的东西，然后电影。谢谢米卡，米卡有惊喜送，谢谢博神送，米卡，米卡有惊喜。然后还要讲什么？还有减肥话题。博汉加油！
不要第一天就被杀掉了。不要玩太久累，对，我们心也会累。好，房间是一，等一下，从头，一 ，B D S D F， OK， 一，我想一下啊，怎么讲比较好？哎，博汉第一天是。第一天吃的饭，好怪啊！E B D S D F， 哎，博汉的 B， 第一天的 D， 吃的 S， 吃的的，然后 F 就是饭的 F，OK、okay。好，就先这样。OK。啊，我们说的死不是那个现实中的死，是游戏里面的，对对。OK， 我要念版了。今天的第一名应该是强哥吧？哦，今天好多，好开心哦。今天的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九名是强哥，谢谢强。哎，为什么有两个强哥？算了，第九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第八名是 Chris， 谢谢 Chris。第七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六名是阿叶，谢谢阿叶。第五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四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第三名是雷克，哦，谢谢雷军，好多、哦。然后第二名是臭喵喵优小娜，谢谢，阿里嘎多，好像是第一次来看我们，嗯，好像是初次见面的样子，谢谢。然后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哦，好多好多，光我跟第九名就差了200，看一下。对，好啦，等等见，今天辛苦了，拜拜。然后要玩的就跟我一起玩。哎，我今天我前几天买了宠物，超恶心。拜拜，晚安。要休息的就早点休息哟，拜拜。